常常会想要快速的吃到早午餐，又因为要工作不想吃太多碳水，也不想出去浪费太多时间。如果你们跟我一样，真的可以试试这个烤鸡腿，一般至少要冷藏腌制4个小时。 Artisan 这台 CBS3500 枪式真空机有腌制功能，快速让食材腌制入味，嘴馋不用等，大概真空腌制15分钟就可以了。 Artisan 这台 CBS3500 枪式真空机短小轻薄，简洁收纳，羽量级产品，重量仅 8.5 公斤，轻松移动搬运，短板窄身设计，让空间有限的厨房创造更多可能。不爱吃鸡腿可以试试三层肉，一开始我也很疑惑，结果发现用味增腌制真的不错。 Artisan CVS3500 干式两用枪式真空包装机，有双重封口设计，不易破包，包装一体不外露，可拆卸密封圈紧密结合上盖，确保枪内真空不外泄，操作简单轻松上手，一目了然的操作设定，微电脑控制系统搭配触控面板操作， LED 显示清楚确认目前进度及设定。这两道菜的香味和风味都会随着真空机的使用更加浓郁，而且保存时间更长，一次可以多制作一些，作为我们的常备菜，想吃的时候随时都有。原厂的真空袋呢，可以搭配酥肥或者低温慢煮使用，料理上发挥想象，可以带来更多可能。 Artisan CVS3500 这台真空机为大家找了很久，也测试了好久，这次特别为大家争取到了限时优惠，我的一点点心意，参考看看哦。